超霸气德国狼犬穿上红彤彤过年新衣，头顶戴上舞龙舞狮头套，好喜气迎接农历春节。不仅穿搭要有仪式感，宠物年菜也不能少。年菜哦，大概3500块。3500块，嗯，好，谢谢。过年要吃好一点。不想自己煮没关系，有业者推出礼盒，台式经典小笼包沾点枸杞制成的辣酱，再来一碗番茄炖牛肉，能吃到牛腱、牛腿肉、各式蔬菜，另外还有生食及干贝搭配野生鲑鱼，就连人类吃的佛跳墙也有宠物版本。因为毛孩他们喜欢就是比较温热、比较香的东西，那你们也可以像我们一样这样子，就是把它加热，只要到季节。就是它的那个业绩的话，其实都会直接爆冲到，就是至少50%以上。农历新年将至，毛小孩除了假澎湃，食材也要比珍贵。看我现在变成一只羊，现在连这种羊角都可以当成年菜，让你的宠物在过年吃澎湃。萨摩耶紧抱羊角啃呀啃，看着实在好疗愈。还有跟手臂一样长的牛骨，也能让萌宠嗨翻天。这还不稀奇，整只鲨鱼红鱼变成干，这野味恐怕连人类都没吃过。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特别，像鳄鱼呀、或是鸵鸟之类的产品会陆续出现。我觉得大概可以成长2倍。还有店家推出不含酒精的猫狗酒，狗狗版本有迷迭香，猫咪的有猫薄荷，能让毛小孩放松。舒压，逛完一圈不禁赞叹：天哪，萌宠真的过得比人还好。记者新闻连续品节台北传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